刘宗石教授专注研究肝癌20多年，两个月前专程前往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希望由当地的基因晶片技术将肝癌基因分类比较，从而寻找预防的方法。在哈佛医学院研究心脏基因的刘宗正教授是刘宗石的哥哥，两兄弟都最深研究分子生物学。放曬，因為人嘅基因入到去每一個啲油上，咁放喺度。每個試管啊，就係一個基因。OK， 依個係人嘅基因。每一個 tube 咧就一個基因。呢個我哋搞係心臟嘅。咁但係心臟有幾多個基因咧？仲未有人知道，但係可能有5-6萬啦。我哋已經攞到大約53,000個基因，53,000個基因，全部都係喺曬度啦。咁今天人類的科學已經發展到可以把一本書呢全部都印出來，那麼所以我們就可以呢選取一部分出來。在5-6年前呢，我的看法就是好，當大家要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我是准备只写一个 chapter， 我就写心血管。心脏基因排序解码的工程已经接近完成，刘教授花了30多年时间将庞大的密码收集到做蛋白的阶段，对科学家未来的研究具有指标作用。现在哈佛呢，全個醫學院嗰啲醫院啊，就決定咧，10年來咧，就我做一個 genomic medicine 基因醫學嘅資源咧，好似就係依個醫院啊，一年就$140 million，900個人做咧，即係一個基因啊咁做法，即係7-8年而家嚟咧，完全唔同。用所有的基因來看，一看個表呢就知道什麼病。這個方法呢現在大家都認為可能的。利用基因晶片技術，每次可以放20,000個基因在晶片上面分析，也可以同時研究42個樣本，一方面作重複實驗，另一方面研究不同的病例。好似睇個地圖咁，你唔係話淨係睇一個城市嘅地圖，佢一睇睇曬全國嘅地圖，睇到邊個城市喺邊度啦，邊個接邊度咁啊，咁就好似有一個好大嘅 overall 個嘢睇曬成個，就個知道你點樣去行啦。咁之後咧，你再集中個你嗰個焦點喺一個城市嗰度。咁係講我哋係講真係揾到某一種基因變化，用某一種個化療咧，係對佢預後咧好啲嘅。或者有一種基因咧，係唔適合呢個化療嘅，咁你幫佢化療咗，導致到佢仲個唔好嘅。咁有你治療咗之後，嗰啲細胞嘅死亡率有幾高啊？幾或者冇反應啊？啲咁嘅嘢，亦都可以睇下。咁你亦都可以從呢個經驗之中話啊，喺咁嘅基因變化之後，我唔需要去治療個病人啊，因為治療咗之後根本上冇改善佢任何一個生存率啊，或者殺佢癌細胞嘅個效率都唔好嘅，都冇變嘅，咁啊就唔需要再去做呢樣嘢啦。基因晶片技術目前仍然屬於實驗階段，但係劉宗正教授已經開始引用呢一種技術研究心臟肌肉發炎發大嘅基因變化。你睇依度開心臟噶，一年幾千個例子。Okay， 所以一個很大的一個 patient pool， 心臟病有些人一細佬哥啊，運動一下死開跌死嘅。Okay？ 有些人咧個心臟一味肥大嘅，我哋知道呢種心臟病肥大心臟病。Okay？ 依個心臟病已經研究一個基因，後來研究開7個基因。
研究開成40年。Cardiomyopathy。心肌病和心脏肌肉有关，这种病会引致心脏发大。有些病人因为心脏发大而突然死亡，不过有些病人同样有这个情况，但是就不会有事。不同的基因突变而造成的心脏发大有不同的病情。知道是什么基因突变，就决定到哪一种治疗。如果知道某种突变会导致突然死亡的话，就要及早放一个去纤器在心脏那里，这样做就可以防止这种情况出现。Sudden death 基本上和这个心脏一个基因开始有关系，但是发现这个东西可以在50年前就有知道，在病理学里面知道这个情况。那么20年前呢，大家知道和这个组织有关系啊，大概4-5年前呢，大概知道和这个蛋白呢，那个叫做深收缩 sarcomeres proteins 有关系。近10年来呢，一些基因已经开始我们可以分析出来。你看一个疾病，假定你从一个这样一点一点把它渗入进去的话，可能花10-20年才理解一个基因和一个疾病的关系。但是现在这个方式，我们处理的方式呢，基本上可以在1-2年内我们可以知道一些基因的变化，而知道和这个疾病有关系。刘宗石教授说，香港肝癌10年的病例数字相等于美国25年，每星期都有10-20名肝癌病人求诊，发觉的时候往往肿瘤已经相当之大。这个就已经是硬化了个肝，你看到一粒粒的，有时候我们就怀疑它是出癌病的地方，所以特别注意这些地方，你抽我们来看那些东西。肝癌病人接受肝切除手术，一个月内肝脏会再次生翻，肝细胞生长越多，分裂的时候出错机会越大。刺激细胞增长的基因制成的蛋白有没有受乙型肝炎病毒影响，以致突变成为癌肿瘤呢？刘宗石教授由香港来哈佛取经，嘗試用基因晶片技術，以正常人體12000個基因為根據，由電腦分析比較癌病基因，找出哪一段密碼出現問題，蛋白增多抑或減少。這個基因的 chip 它已經幫我點了萬二個基因在那裡了，我就拿我這個正常的和 有癌病的肝的組織呢，就跟這個它已經擺好了萬二個基因雜交。他说这个方法可以帮他将肝癌病人分类，尽早找出癌病形成前的变化，加快诊断，及早预防肝硬化。人体由细胞组成，而细胞的活动全靠基因推动，基因密码按固定规律排序，有可能受环境、药物或者病毒破坏而增多或者减少，甚至遗失。这种情况叫做基因突变。癌病是由基因突变形成，肝癌属于南中国棘手的癌症，到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到末期。擒贼先擒王，只要追寻到致病的基因，绝症的死结就有望解开。個樣本好似個針頭咁，所以就用呢啲儀器啦。196個基因一查，幾個鐘點就知道你有查大班大三班噶嘛，所以好快就查幾千個啲得。因為我們有很好的電腦作為一個基礎存我們的情報，所以我們呢，現在不是釣魚了。我们是自网
是一个很好的网，这个网呢织得越密越大，我们的鱼呢可以把全部鱼拿起来，任我们选那个鱼是需要的。搞科学开始的时候，一个大黑洞在里面。传统的就是要从染色体这个分段来慢慢找 ，OK 啊。但是呢，那工作进行的非常非常的慢，好像三年进行1% 都没有 ，OK。另一个方式用基因表达的情况来搞呢，它速度进步的很快。所谓基因表达，是指基因密码制成的蛋白质，蛋白质的变化就是他们的研究目标。这里是刘宗正教授位于多伦多大学的研究室，他在加拿大工作了30多年。今年哈佛大学医学院邀请他们到美国成立另一个研究室，现在他和研究员需要两地兼顾，搜集心脏病基因临床应用的资料。相信将来我们可以根据基因资料预早知道哪些药对某些病人有效，患高血压和冠心病的人比起患基因突变的人多。现在我们正在努力找这些病的基因资料，相信在5至10年之间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了。This might be only 40%. Right. So in the same experiment, because you're using more, 第一个手段呢，就是要把这个 array 呢变成 standardized， 不管在这边，在美国，全世界，咱用到这样的一个 slide， 这样的病就有这样的结果。In my own research, we've been interested in trying to treat patients with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atherosclerosis. And then, 我有一项研究，就是可以令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病人在做完搭桥手术之后，预防血管再收窄。我们首先要处理用来搭桥用的静脉，就是放啲 DNA 入去。这种 DNA 是会阻止某种分子的活动，那种分子又会影响细胞分裂，静脉细胞不再分裂增生，血管就不会收窄，这个也算是基因治疗的一种。香港到目前为止还未做过基因治疗的临床实验，但美国进行的临床实验有300多宗，接受试验的人数占全球70%。Cancer gene therapy 的确可以攻击我们现在的 cancer patient， 就是现在没有办法治疗的一些 cancer patient， 它可能会变成没有办法治疗的情形，也变成可以治疗。洪教授是美国德州大学安达逊癌症中心的研究主任，他同一班研究员10多年前成功提炼出一个致癌基因 HER2 new gene。 HER2 new gene 这种致癌基因通常在乳房、口腔、头颈和卵巢出现，不过基因研究员也已经从一种腺性病毒里面找到一种可以抑制致癌基因的基因，叫做 E1A。換句話講，就是用這種基因作為藥物抵抗癌細胞。E1 的基因可以對剛剛講這個 HER2 new 這個 oncogene 有那種拮抗性，
那么我们做了一系列的动物实验，假如等一下有机会我可以看一下这个动物实验的那个数据。那么动物实验呢，就是动物呢如果得到 cancer 之后呢，它没有治疗，它死掉，可是用我们这种E1 的基因治疗，结果呢超过大概 70% 的动物会活下来。基因治疗呢，哦对，就是因为我也是对症下药，必须要先知道为什么得到癌症，然后对这个癌症呢才来设计，然后去做治疗。也就是你用的药就是本身就是一个基因。德州呢一间癌病中心，先后为头颈癌、乳腺癌和卵巢癌合共50名病人进行第一期临床实验。现在正进行卵巢癌第二期实验，希望在不同的医院为不同的病人做到同样的效果。这个 Multiple Center Phase 2 Clinical Trial 呢，这个结果在几个月前刚刚结束，刚刚 report。它在20个头颈癌的 patient 里面，它是这个 recurrent， 就是说已经经过手术，然后后来又复发的那个头颈癌 patient 的20位里面，其中有一位经过这样的治疗呢，他肿瘤完全消失，也就是说他可能是 cure 了。那么另外呢，还有8位，就是一共9位呢，他有那种肿瘤的体积呢，就变成不再是长大，就是疾病的那个稳定度有稳定下来。因为so far我们 test 对头颈癌、乳腺癌、对卵巢癌、对甚至于那个 prostate cancer， E1 的菌放进去，它都会一直 grow。所以 E1 呢可能是一个 general suppressor gene。你怎么把基因呢拿放到癌细胞里面？就是你需要一个载体，那个我们就叫做 vector。那这个载体有很多种，选择病毒的载体跟这个脂类的载体的时候，我们知道脂类的载体呢比较安全，安全性比较高。脂粒是人体细胞的一种组合，利用脂粒作为导体，带领抗癌的基因进入人体，容易被细胞吸收循环。但是需要什么程度的浓度接触到癌细胞才最有效，现在还在试验中。但你又要到回来分析一下，它就算用在病人那里之后，20个病人里面只有一个有反应的，那就是说那个基因只是改到20分之一，是不是成功呢？所以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去找到其他那20分之19的基因变化。叶先生今年验血，证实患上前列腺癌，他的 PSA 指数高出正常4倍。 PSA 是指前列腺癌细胞的蛋白指数，叶先生的病况已经很严重，现在在多伦多的马加烈医院接受基因治疗。他跟我说，一种就是用那个新方法在做试验，用这个 supersonic 超声波的这个试验呢，带这个感冒病毒的针打进去。他今天打了四次，今天是第二次，也最后一次了。这个呢是最近期的前列腺癌症病人的临床实验。这个实验是利用一只伤风病毒带着一个分子，这个分子会引发细胞发炎，将病毒直接注射到前列腺癌肿瘤，令到癌肿瘤的部分发炎。因为前列腺癌患者就算做了手术都会有一半机会复发，为了防止癌病复发，我们用这种基因治疗。病人在做手术之前的一个月，我们直接将病毒注射入癌肿瘤，引发癌肿瘤发炎，令到免疫系统作出攻击。两次基因疗程之后，叶先生癌细胞的 PSA 指数显著下降。我哋尝试克服喺癌症病人免疫系统嘅缺陷，将被视为坏分子嘅病毒放入癌肿瘤，话俾免疫系统知癌肿瘤系唔正常，唔应该存在嘅，令到病人嘅免疫系统攻击癌细胞。
目前我哋嘅技术只可以引发免疫系统局部作出反应。如果要引发全身嘅免疫系统作出反应，可能会有副作用。伤风病毒容易进入人体细胞，适宜作为基因治疗的导体。临床实验证实，病毒比支粒有效，但危险性高好多。去年，美国一名18岁青年因为免疫系统有问题接受基因治疗，结果因为用作导体的伤风病毒剂量过高以致死亡。用哪一种基因医治哪一种病，导体的剂量要多少才算适合呢？用病毒刺激免疫系统的杀手细胞出动是基因治疗的一种方法，不过要多少杀手细胞才足够呢？会不会影响正常的细胞呢？怎样控制杀手细胞停止攻击呢？一旦失控，会不会破坏整个免疫系统呢？基因研究解开人体的密码，科学家已经寻找到解开迷宫的钥匙，但是要掌握到足够的技术和解码资料引用在临床治疗上面，还有漫漫长路。